青岛三德啤酒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富有世界啤酒之城盛誉的海滨城市青岛。国际性的海港以及区域性枢纽空港，使本公司占有得天独厚的国际贸易往来优势。公司拥有从事该行业20多年的核心团队，专业从事啤酒设备的生产，同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拥有技术研发中心、设备制造车间，主要经营扎啤机、售酒设备、制冷设备、酒柱、啤酒桶清洗机、灌装机、清洗灌装线、杀菌机和易拉罐灌装线等啤酒设备。公司产品在全球热销，成为该行业领军品牌之一。易拉罐灌装机采用气动二氧化碳吹扫和两阶段灌注模式，赋予了每一个灌装头对灌装量和泡沫盖的控制。两阶段灌装量流程可以轻易通过流量计控制，以监控和指示灌注量，适用于一系列广泛的饮料风格应用和不同的二氧化碳添加量需求，无需灌装前或灌装当中进行灌体增压。一套复杂的技术检测着落下的灌溉，并协助精准的分配、放置和固位。独特设计的驱动器灌溉放置机构会将灌溉一个个传送至卡槽，以获得不同速度下平稳放置。智能化的灌溉检测传感器确保盖子在卷封前就位准确。使用的台湾凸轮可以提供连续稳定的封盖卷封力度，确保封盖的一致性，从而避免了那些仅适用压缩空气驱动的封盖系统通常产生的由于空气压力的剧烈变化导致的压盖质量起伏不定。清洗和灌装为两个独立的系统，清洗过程加入了独有的热碱水清洗和蒸汽杀菌，灌装过程为倒置灌装，带有德国宝德或 IFM 的流量计，灌装精准。设备带有压力检测、残液检测功能，能够更好地辅助设备清洗和灌装。整个设备材质采用不锈钢304，管路焊接采用德国自动管路焊接设备，一次性焊接双面成型。压紧啤酒桶，酒锚打开，先由压缩空气将酒桶中的残酒顶出，然后进行清水高压清洗，把残留在桶壁上的啤酒清洗干净。下一步用热碱水进一步清洗桶里的丸子，残留的热碱水再用热水清洗干净，最后使用蒸汽对啤酒桶进行完整杀菌。在0.4兆帕的高温下，所有的细菌都将被一一杀除。最终用二氧化碳吹扫，使啤酒桶内氧气被二氧化碳完全顶出，从而不会让啤酒氧化，使啤酒口感更纯。清洗过程结束后，酒桶移到灌装工位。压紧酒桶，由热水以及蒸汽杀菌对酒锚胆口进行清洁，注入二氧化碳进行备压，灌入啤酒，灌装完毕后酒锚关闭，热水瞬间清洗酒锚胆口，二氧化碳吹扫酒锚胆口，确保酒锚清洁。至此，一桶新鲜纯正的啤酒就灌装完毕了。智能分酒机用于快速冰镇纯生、原浆等啤酒，
以保持啤酒营养丰富、清凉爽口的特有风味，也可用于冰镇各种散装饮料。智能分酒机应用专业的工艺及技术，装配高效制冷压缩机，主要配件均采用优质名牌产品，性能可靠，操作简单，清洗维修方便，是销售啤酒及散装饮料的理想器具。智能分酒机冷却性好，出酒能力强，二氧化碳气瓶内置，占地面积小，移动方便。明亮的不锈钢台面搭配亮红色的机身，高端大气，适用于产品宣传，品牌展示效果好。智能分酒机是水冷与直冷、冷藏与冷冻的结合体，它能在续冰周期结束后连续出酒，对酒进行双向降温，出酒量大，又能保证隔夜卖不完的酒在低温环境下储存，延长保质期，保证酒的口感。我们坚持以质量第一、技术可靠为宗旨，信守于胸，贵至于人，与时俱进，共同发展。